再也没有人可以说我是废物。废物。啊，老婆，我饿了。怎么有女人的声音？谁？谁在说话？啊！啊！我们互换身体了。互换身体？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在做梦。疼吗？啊！把我身体还给我！哎呀，你别闹！坏了，喂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啊，张姐，谁是你姐啊？我不管你是谁，你赶紧告诉夏欣，半小时之内赶不到公司就别来了。这可怎么办？那个克扣你奖金的女魔头又来 PUA 你了，关你屁事！哎，你回来，你这样子怎么去啊？那怎么办？我进去。女人这裙子可比男人的裤子凉快多了。小心小心，什么事？快把腿放下，同事们都看到了。孙雅轩，身材，人倒是不错。你怎么色眯眯的看着我？孙部长让你准备的资料呢？没准备啊。啊，你没事吧？之前在女魔头面前你可不敢说一个不字，现在她跟孙部长。夏欣，你材料怎么还没发给我啊？一颗老鼠屎坏了公司一锅好粥。女魔头，你是 PUA 尤颖是吧？什么？看来得给你点教训。你敢惹我，我让部长开除你。就你那个废物老公，他养得起你吗？你再啰嗦，信不信我打折你的手？你十分钟，你给我十分钟。